手都是这样制作工资条的。首先，我们将左侧的序号给它复制到右侧来，再将它复制到下方。接着，我们将表头复制下来，粘贴到下方的区域当中，然后再选中我们右侧的序号列，点击上方的数据，点击升序，再点击排序。这样子工资条就制作好了。我们将右侧的辅助列给它删除掉，就更加完美了。你学会了吧？关注我，带你学习更多电脑小技能哦。高手都是这样制作工资条的。首先，我们将左侧的序号给它复制到右侧来，再将它复制到下方。接着，我们将表头复制下来，粘贴到下方的区域当中，然后再选中我们右侧的序号列，点击上方的数据，点击升序，再点击排序。这样子工资条就制作好了。我们将右侧的辅助列给它删除掉，就更加完美了。你学会了吧？关注我，带你学习更多电脑小技能哦。高手都是这样制作工资条的。首先，我们将左侧的序号给它复制到右侧来，再将它复制到下方。接着，我们将表头复制下来，粘贴到下方的区域当中，然后再选中我们右侧的序号列，点击上方的数据，点击升序，再点击排序。这样子工资条就制作好了。我们将右侧的辅助列给它删除掉，就更加完美了。你学会了吧？关注我，带你学习更多电脑小技能哦。高手都是